讲啥？鸡，我把鸡洗起，然后你来炒。要得。OK。小事情。洗个澡澡，把你的腋下也洗干净点。鸡皮能够用火烧一下，然后炒其他鸡皮都是有脆的那种感觉。快小点，快小点。我先砍大，再整小噻。你要听厨师的话嘛。好，终于找完了。我的海椒啊，这海椒来炒鸡。红海椒也弄点，擦起配个颜色。少放点小米辣嘛哈，放丁点都是了。应那个厨师长的要求，他非要整点小米辣在里头。炒点起啥子？起点重口味喽。他是起重口味。起点讲究，那要小米辣能是不得少，那要绿的那能是不得要红的。像我们对那些美食的要该啷个做就要啷个做。花椒拿去了。那种青花椒一定不能弄红海椒。好，过了。小气巴拉的放那么多花椒，上次我买那个鸡，花椒放多了，妈起嘴巴过不得。我觉得人多炒菜好安逸哈，好热闹哈。对，有点像那种反正野炊，大家一起玩的感觉，很欢。有个凉拌菜，还有个那个炒了回锅肉。那个鸡简单的腌一下。大叔都是大叔啊。他站的位置都宽些，我就说我那个，你站的面积好大。你经常上下我那个双脚鸡。我的茄子要放点盐，我们是铁砂掌两姐弟。同步，我们俩动作同步了。来，一二。这个时候茄子不是清炒，再来清炒一个。炒的是我们独家的希望哦，出了一个厨师哦。交给你了哈，你在农园。我不得来装店的。清炒的鸡放点蚝油，香一点。茄子炒之前用盐给它腌一下，炒出来它就是很软乎那种。别太急。等会慢慢给它炸，炸熟了过后那个锅才给你们。鸡炸好了，起锅。一下油。海椒少了，我还得多弄点尖椒啊。那个点儿都不强啊，那么香。都是他烧的，我给他铺到的，那没看到嘛？一锅大的在那里。来，大盘子伺候，不够多大。走，起锅了。咋看？哎呦，你当我特啥子面成了吗？那种让我上。下个菜，炒什么？如果没人的我喊我就休息了。其实炒空心菜最简单哈，放点油，放点大蒜，放点盐，放点鸡精，放点白糖。放点白糖。嘟嘟嘟，吃饭了哦。姐，那鸡好多岁了？嗯，你鸡好多岁了？嗯，应该只有3个月吧。你问他噻。嘿，你好多岁了？你睡了。他说我好多岁，我老是晓不得，但是我晓得我的忌日是哪一天。你吃那东西好香喽。不管哪东西，晓得哪天生，找不到哪天死。鸡晓得噻，什么都晓不得。鸡呀，猪都晓不得。对哦，猪也晓得。哎，猪晓得，它都是跳不动了，是吧？聪明呐。聪明还吃吃吗？那个鸡矮得很喽。嗯。好香啊，打死我大姐。天气大的喝稀饭。